主持听完瓜哥灵机一动，帮金曲歌王打理造型。我今天来当评审，我为你穿比较好一点的衣服。孔亮老师，西装借我一下，可以这样吗？来来来。然后抹炸上酒精，酒精麦克风，你里面还有一件不是？敬请锁定《明日之星》Superstar。